Y2K 风格有何种特色呢？关于 Y2K 设计风格的叙述，何者正确 ？A。我印象中其实很 colorful 哎，郑仲威，我讲你认同吗？我认同，我也觉得好像是 B。现在可以换吗？现在可以换吗？刚刚先帮我们剪掉。今年 Y2K 又流行回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 Me Too。Y2 不是 Me Too， 哎呦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